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，很开心参加爱的明信片活动。今天我写出的这封明信片为正在参加冬奥会的中国冬奥健儿们加油。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滑雪，所以冬奥会期间我也有一直在关注比赛。我们的冬奥健儿在赛场奋力拼搏的样子非常的燃。祝中国冬奥健儿圆梦赛场，不要有太大压力，安全快乐的享受比赛。也祝大家元宵节快乐，平安如意，事事顺心。